今天好像继续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美丽华多美汽车节现场拿到的满额赠品跟赠品啊。基本上现场你只要购买东西，它就会送这个磁铁。然后它有分成限定，通路限定的有两个，然后三个会场限定，分别是高雄、台中，高雄、台中跟台北啊。台北的是美丽华是这一个。那两个通路限定的，我说真的我不知道是什么，那等有机会拿到再分享给大家看。不知道后面会不会互换啊，但基本上这是磁铁啊，小朋友应该蛮喜欢的啦。那台北厂你拿到的款式都一样，对，那就继续去分享。然后今天要介绍这个是所谓的 DN03 啊， 888 的金额888的购买金额满888的满额赠品啊，巴斯光年的跑车。我那时候购买，我在会场抽到号码，就是我不能怎么讲，几号，我就是在100之前啊。然后我结账的时候，我可以肯定那时候已经满额礼已经送到，就是我讲的5000已经没了。然后昨天还前天吧，已经有人在现场继续说888的这个赠品也没了，这边有贴赠品，有点可惜啊。我个人是还蛮喜欢满额赠品的。因为满了赠品，有些时候是真的有些很好的东西啊。那不废话，给大家看啊，上面看这样子，侧面看这样子，正面这样子、啊，然后是一个火箭，这边应该是一个火箭的标志啊。而且它的，我现在才发现它是两个车门是可以那种左右掀的，有点像那种，这要算什么？这种双门式跑车啊。然后后面是它的那个宇宙巡逻队的 logo，、啊、后面这样子，侧面这样子，前面这样子。底部这边也有迪士尼的标志啊，侧面、正面，所以看这边有一个 N， 还蛮可爱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购买啊。那我相信最近应该蛮多这一组在出清的、啊，有机会。我那天有看到好像99块还100块就在丢这一台啊。喜欢收迪士尼的托米卡汽车的，可以考虑购买特价的。它的后面两个车灯是另外涂装的，这点还不错啊。然后前面车灯。也是啊，还算一组，还不错一组。驾驶座跟台湾不一样，注意看它驾驶座的方向盘是在右侧，这点跟台湾是比较普遍不一样的、啊。这是迪士尼 Domica 迪士尼小车的 DN03 啊，然后是多美汽车节美丽华厂的满888的赠品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寻找看有没有人现在在出清啊。那今天就到这里。